谁也别人，对不起，下不下得去嘴就看你了，对不起，三二一。Oh my god！ 匈牙利简直太帅了！哇，没想到第一次出国就来到了匈牙利，简直太炫了！太炫了！他不生气耶！天哪！那我还有一句，还有一句，不来了！我这个人太危险了。我说我三个苦瓜，但我们好人。但也不一定相信我们，太难了，救命！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啊啊啊！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啊啊啊！啊啊啊！神雕侠侣不对，嘟嘟嘟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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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那个哈哈正确，哈炫美和喜悠哎，炫美和喜悠哎，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，啊啊啊！新白娘子传奇，新白娘子传奇，新白娘子传奇，炫美和喜悠哎，这太明显了吧！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，他唱的真的很好了。正确，走走走，快去找，快去找。完了，他拿走一个了，完了，他拿走一个了。走走走，快去找，快去找。找找找，现在等一会儿。要找到剧名，也要找到歌名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看到了吗？啊，快走走走！在哪？看到了吗？他俩找得快，他俩。哎，鞋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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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深，周深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咚咚咚咚咚，是什么东西？咚咚咚当，咚咚咚当。嘟嘟嘟，哈哈哈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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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鹿，不对，不对吗？我的妈呀！白鹿，不对，不对吗？不对吗？不对，不对吗？正确，啥呀？正确。
歌名是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，剧名是《康熙王朝》。正确。快冲快冲快冲！这还找呢，这两组。什么戏？凤凰，凤凰，来了，凤凰。哎，我们是要找什么电影名啊？找那首歌。没有，不是，你不是有说有三个吗？是呀、啊，每一个答案都有三组。郑恺拿着一组。啊、在哪里啊？啊啊啊！被拿走了，没有了。我拿了两个。他们拿了俩，他们拿俩，他们拿俩，还有一张呢，快去找，快去找。没有啊，哎，怎么没有啊？不对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拿了两个剧名，我们拿了两个歌名，我们拿了两个歌名，谁也别有。谁也别有，怎么了？继续找，你找啊，找啊，你找啊。你找啊，你找啊，你拿俩，他们也拿俩。走走走，哥拿走啊，你找。你们先拿的，容我。你也没看见，你也没看见。谁也别说，咱们只能说是臭味相投。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周深和白鹿两个人都是辣椒，现在他们俩就特意的转移了一个。因为我在考虑为什么周深被锁了，因为他们有可能是自封。我名牌，我苦瓜三，他拉六，我俩名牌了。哇哦！我的搭档是你啊，深深、白鹿，恭喜你们找到了自己的搭档，你们将使用你们的调料为公主制作巧克力。我是三个苦瓜，我是六个辣椒。白鹿、周深，你们制作的巧克力不是最辣的，第二，也不是第二辣的。我们是好人。我们俩名牌了，他辣六，我苦瓜三。那你说的也不一定是准的呀，我们也不一定完全相信啊。这还不相信我吗？我们都已经把自己的牌告诉你了，朋友们。这一轮周深是被锁票的，我们被锁的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为啥。那为什么跟你原来就没有关系？为什么你被锁了呢？我刚才就说了呀，自锁吗？你这有点胡扯啊，这个很奇怪。我觉得这就是栽赃啊。与其他们好拼啊，语气不太像，不太像，不太像坏人，不太像坏人。我觉得沙哥他们是铁好的。我目前我的这个感觉下来，凯哥一定是坏人啊！要说这么绝对吗？不了吧！撤回。张真人宋琦挑战计时开始。哇！白鹿可以啊！哇塞！哇发生什么事儿？你听他正在痛。俩体育社的，张队，泼就完了，泼呀，泼，泼了，我泼了，泼了，我泼了，一滴没进去。太精彩了。什么真人胸肌腹肌大腿肌的白说。一滴没进，一滴没进。救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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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
滴没倒进去。你快点继续。这什么？啊！使劲使劲使劲！使劲使劲使劲！掉耳朵里了，直接！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了有了，有了有了，对不起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没力气了，我还被打了一脚。这个多。哦，这个多。目前1分54秒，我们上线是5分钟。那个是我们呢，哇！等一下，赶紧理刘海，理刘海，这一下有，哎呀，全浪费了，快，哇，有了有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快快，快点快点快点，金儿 ，come on， 哇，哇，以为跳在空中就不会被拉回去。别浪费！哎呀，有了，女儿已经疯了，还不行，还差一点。有了，有了。好，这回行了，这回行了。可以了。好好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好。真女儿。现在把真女儿抬到床这个花坛上，就是温泉的一个雕像。刚才雨琦和真源用时3分09秒，恭喜！哇，全红了，太牛了！我也要拉，我们拉他们俩，快来来来，他们俩，报仇，拉仇恨，拉仇。我刚他们一滴都不要进，我跟你说，我让你们全都在身上，好看，去吧身。周深能摸到头，加油！周深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了水桶，他能否够着水桶呢？加油，深哥！这是今天最大的悬念。周深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哎呀妈呀，他用嘴！哎呀妈呀！你那是水枪咋的？让他咬一点，让他咬一点。好，来来一个扇走，扇他，扇他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哦，有有，哎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前面这人眼神也不咋地。来吧，扇哥。哎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咱俩就坐一下啊，咱俩不要动。咬到了吧？哎，打不到。哎，太难。好，让你打到。哎，打不到。哎，打不到。扇哥。你是想直接摸到那个桶里了？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太惨了！太难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。我想采访一下你现在的心态。我们是好人，不要再拉我们了。我知道你们是好人。你要喝吗？你要啊？说出来。白鹿桶里装的是周深的漱口水，一会儿还得拿嘴接那个球。啊！我去！你手在抖，深深，深深，你的手在抖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好，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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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漱口水，对不起。下不下得去嘴就看你了。对不起，漱口水计时，我现在在计时，漱口水在下面。白鹿周深用时3分55秒，恭喜。
很好了，很棒，很棒，非常棒。谁干刘星？三二一。太难玩了，我们什么视野都没有。咱俩都没团了呀。谁对我们谁就有问题。对，等下就看雨琦他们告诉我们啥信息了，看他们说真还是说假。是这样，我们没进前二。上一局就说了，低于六的都可以跳了。因为敢报六出来，敢报辣六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啊、你是坏人，你出来报自己辣六，你不是找死吗？但是我们会提供了一个值，就是那个辣一定在六以上。我们有六都没有进前二。无非是周深他们撒谎，那就全盘全盘推翻。那这个就哇塞重录。你们要是撒谎，这集都剪不出来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剪。你以为人家都是你啊，宋雨琦？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可了不得哟！没有那么好的演技，可了不得。我们再多脑回上。我选的是。记得要有点脑。沙溢、宋妍霏。